郭总曾带领马刺拿下五次 NBA 总冠军。资料照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。今夏船长保罗 Chris Paul 从快艇转战火箭，与哈登 James Harden 组成强力后场哈罗连线。保罗近日受访自铺曾考虑马刺，没有帕波维奇 Greg Popovich 教练就没有马刺队。在加盟火箭以前，保罗透露自己还有观望其他三支球队，而马刺是最大的外卡可能。他宣称全都是因为波总的关系。不过保罗提到，许多人告诉他，波总可能在执教的一两年就会退休，这可能也是他最终没有加盟马刺的原因之一。此外，波总曾带领马刺拿下多达五次的 NBA 总冠军。保罗今年新球季因膝盖伤势休息了至少一个月的时间，预计在稍后对上太阳的比赛中复出。目前火箭战绩11胜4败，排名西部第二，仅落后勇士半场胜差。保罗新球季因膝伤缺阵。资料照美联社。